一下，我是 Casey，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化个妆吧，给我想点水，来做个眼霜，抓个伊帕克丽的眼霜，这个 Kiehl 的眼霜好像用刚刚好，早上用的话可以稍微少一点，因为很滋润很补水，补水之后上个遮瑕，然后瞬间遮掉了，然后再涂个 Misha 的气垫，这个很好用哦，不会太油干，自然有修饰的效果。之后再提个亮，做过就可以了。好，都是好来看 Kitty 盘，涂个橘色，直接手晕开，那么 Julita。它的盘，橘色，干涩眼影，闪闪的，从它中刷个眉毛，然后画个眼线，给这小的宝宝们，双眼皮折比较不是很宽的宝宝们，画个眼尾就好了，拉长提高，这样子的话眼睛显得小一点，最后涂个口红，眼妆比较深，口红就自然一点就好了。而不是说中间点缀一下，看起来透亮自然，有光泽，水嘟嘟的眼神。宝宝不是说好像是擦了一点东西，对，就是腮红，口红。